假夜宵加油站暴走呛。骑机车穿夜宵制服外套的蔡姓男子火气相当大，在加油站内和民众对杠起来。双方冲突一触即发，原来是这名蔡姓男子日前骑机车到汽车道加油，但加油员希望他改道，没想到。那因为我们很忙，所以我们加油员就劝导他说请内侧排队加油。那因为他态度非常的不好，他就说请站长出来。男子拒绝变换车道加油，甚至还呛下自己是要去救火。一旁等加油的民众看不下去，双方爆发口角，这一幕全被其他人拍下来放到脸书上。他又说啊，我要去救火啊，我消防人员等等之类的，他就也有飙到国骂去了。宣称自己是义消赶着去救火，态度嚣张，还对民众呛下，但却遭消防局打脸了。原来这名嚣张的蔡姓男子经营机车行，在朋友介绍下，去年七月申请加入义消，资格还在考核中，就假借义消身份在加油站内耍特权，和民众呛虾，资格立刻被取消。而他身上这制服是三年前消防局发送给义消的，上头字样是刺着队员，因此并未处罚，只是他这形象。想当救火英雄前，还是先灭灭自己的火吧。地方中心台中报道。